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，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大凡是贤士同修代表啊，今天早上第二节我们要来谈解扭转乾坤的法门妙法啊。早上给各位同修慢了半个钟头啊，因为我们警政署副署长蔡俊章啊，他来拜佛。我们从民国76年认识到现在来，一路走来，我们都保持很好的因缘关系。我们会结这个缘，就是在76年的时候，他的新竹县发生一件轰动一时、惊动万高的命案、撕票案。啊，当时啊，新竹县警察局长是陈家龙。啊，那么新竹市呢，分局长就是蔡俊章分局长。啊，因为这个案子很棘手，很难破，也因为啊，我们一位师兄啊，黄庭川将军。啊，陆军啊，这个某一个师的师长黄庭川将军告诉他说啊，你这个案子要破，可能要去找啊张老师，在五权五街。那时候啊，我在五权五街。啊，底下的讲不寡。啊，突然间，啊，有4个5个警察，啊，穿的很严肃的，啊，进到那精修院，啊，他问我说：“你是张老师啊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啊，我们到楼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那么在座也50-60位信众，问说老师你犯什么罪啊？还要去问？我没啊，我没犯什么罪啊。啊，那就到楼上，啊，表明身份，他是新竹警察局局长，和分局长蔡某某。啊，因为某某案撕票案破不了，啊，上面上级逼得很紧，啊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能不能帮我指点迷津？哦，我心中就挺伤的，
而且当时的陈家龙局长人长得高啊，一人的脸相不好看，也很严肃啊。那好了，那我明天我到啊警察局去啊去看一下。那我就自己那时候自己开车啊，就到新竹警察局啊局长的办公室看一看，还有分局长啊的办公室我看一看啊，究竟在哪里塞住了，气进不去啊，所以案子破不了。那时候我跟陈局长说，好了，我用扭转乾坤大法，扭转乾坤大法那是有神通力的呢，只是我没啦，我用风水学的方法叫做扭转乾坤大法。我把他的桌子原来坐的方向坐的位置错了啊，去背去哦，把桌子拿办公桌把它调好了啊，调好了那叫做扭转乾坤哦。那一个办公室这么进来，他的桌子办公桌坐在这里，坐这里呢，来进来的气哀星啊，那个气啊哀星到门客中宫啊，客中宫玄空哀星到这里客中宫，那我说你把这个门坐在这里移到这边来，这边来就深入哀星啊，这个气就来深入啊，这里就来克，再克入你的座位，就这样一些按着你就破不了。啊，那你做这样的话啊，这个那这哀星的气向星哀星的气啊来深入，那就好了。那快着八月中秋啊就见分明了，最慢拖到十一月啊，那就水地比水地比米吉报官鬼，水地比卦啊，有月是祖孙爻啊，祖孙爻来克官鬼，八月中秋啊，就见分明啊，所以刚好在八月中秋那一天破了案哦，那时候师父的名字开始响亮呢，
啊，那陈局长和分局长蔡的分局长啊，很高兴这个案子破了，是建了大功啊，这个两位一直升上来啊，一路走来凡是有什么烦恼的事情都爱来找老祖拜老祖，用意来为他扭转乾坤。所以各位同修，你们要扭转乾坤，什么那一些社会上呼风唤雨装模作样的，那都是骗人的。你不懂得易经，你怎么去扭转乾坤？所以啊，这个案子因为换了一张，把位置换了位置，原来客入转为生入啊，那不是就结了吗？啊，那这些有贵人，就贵人来相助，而且那个案子要破，好像有龙天护法，让那个糊涂蛋啊走投无路啊，有一股力量让他啊这个束手无策，所以扭转乾坤的力量啊不得了。那么相对的公司事业不顺，同学们，你们一定要用易经与风水学的上圣心法来为他们扭转乾坤，或是自我扭转乾坤，转危为安。这个即是扭转乾坤啊，讲起来无值三个钱啊，刚好一点关啦。但是这个关不随便传，既然我传了，我就不怕因果。大家向善啊，来扭转乾坤，那有功德。若是自己心术不正，要运用易经风水骗财骗色骗吃骗喝的话，因果你们自己去负责。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传法，本来我很怕不敢传，后来老祖开示了啊，说因果自己去负责。若是你传法你不传，传假的话，师父爱预告，师父爱负因果。那么相对的，我传给你们，你们要好好学好好修啊，你们可以利人利天，受惠大众，可以帮他们忙，你就是神的化身，上帝的化身，天神的化身啊，啊，太代天巡守世间啊。所以扭转乾坤法则都在我们的法门里面。我希望一年内每个礼拜五在这里上课，我传给大家的，回去呢你们好好去领悟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样的话
即生即活，即心即活，是生是佛，是心是佛，天人合一了啦。所以扭转乾坤的法门啊，我们有九天玄女，我们的大菩萨大神啊，他传给我们的法门就是扭转乾坤的法门啊。九天玄女啊，他右手拿着剑啊，左手拿着书卷，左脚踩着啊，上面是剑。啊，手拿着卷，左脚踩着，一前一后，啊，一左一右为阴，啊，剑在天，这是阳爻，乾坤，啊，是天地人。啊，这个是卷，是万华。世世代万里兵，阎罗星宫庙地仙。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。人力其中，万法生成。上面九天仙女左手拿着一剑，右手拿着剑，啊，书剑，剑是代表书剑是代表万法，剑是代表天，啊，脚才一前一后，啊，这代表坤大地。这是易经上圣心法哎。啊，所以这是扭转乾坤呐、啊。所以民国71年，开启南天圣门，天门一打开之后，所有诸天圣神活菩萨从南天门光降下来，好多好多、哦，就有如在林口大体育馆。我们祭祖的时候，两边都好多的菩萨天神。啊，那九天玄女，他就开示了，这是中华文化道统的道精华精粹，啊，希望你好好将。文化道统易经啊，把它普传啊，进入众生的心田，用在社会上，家家户户用得上，那即能扭转乾坤啊，你的本愿天下太平，要天下太平务必要有九天玄女的啊的心法，啊，九天九天玄女啊，就是悬空大师悬空大师和九天玄女啊，悬空就是九大行星的运行法则，啊，九天，就九大行星，的运行法则，
好啦，我当我开启蓝天的时候，九天玄女啊开示了这一段啊，我感恩的叩谢，我明了了，我会努力的将中华文化道统啊，能够把它弘扬啊，就能转危为安啊，转向世界和平，扭转乾坤。所以九天玄女是我们的祖师，悬空大师啊，哀星，九大行星的哀星，哀星是轮替轮替法则啊，就是六亲啊之运行啊，天运一百为中南，二黑运是老母，三碧是长男，四绿是长女，五黄人人有机会六白老妇，七次少女，八白少男，九子中女，在轮替天运。那现在运走到七次啊，八百是少男啊，比较年轻的来执政，所以我们要参与选举总统的时候，你要先了解天运。你不了解天运，刚才学会动算动算，根本都不可能，已经违背天理啊！啊，逆天走五啊，逆天走往走五，所以现在八百就是比较年轻的，九子也比较九运，也是年轻的，所以同修。您的囝、查某囝，好好栽培，九运可以承担天命，承担大任，这是天道。而犹如二运，老母刚好是慈禧太后来掌权，差一点把中国六弄丢了。这是很妙的事情啊！九子中女，所以现在九运快到了，113年啊，九运到了啊，视为中女，比较中年的啊，这是。我们知天机，知天运，
你就能自我扭转乾坤。知天机，不被天机所服啊，那就是扭转乾坤，自我扭转乾坤。那我们郭校长退休了，我说你要来为众生服务啊，你把大凡事啊带好啊，让所有的同修啊信众大德都能够转危为安，这个即是扭转乾坤呢，看得到了。家家户户平安是上圣的扭转乾坤心法。那么我们同修今天来了100多位啊，有的从过道场啊回来大凡寺的，我们都在老祖的经年座下，我们在修行，在学道啊，不要分说你是竹篮道场、竹北道场啊，什么道场什么道场啊，都是王禅老祖的道场啊，我们随时随地有因缘，我们就接法啊，就来把法接好回去，你就可以自我扭转乾坤啊。所以扭转乾坤的方法太妙太妙了啦啊，当你懂得易经、懂得风水和宗教的心法的时候，那你就是助我扭转乾坤的上圣心法的菩萨。圣贤佛果位的大菩萨们啊，天下一家亲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谈解唐菊之美啊，有如你一栋房子，水神是这么来，水这么来，啊，你要得到了纳气，纳气呢，你像这样也是纳气，但是你这个纳气，过客、贵客。不留，贵客不留福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们就要学习扭转乾坤啊，你路平行来，你这样水神这样来，吹个鬼啊啊，贵啊！那你怎么办？一个方法啊，你可以把门改为收点气，多少度啊？多少度呢？啊，这。这边退进来差7寸，立个门像把这个退进来，稍微斜一点的不会难看，不会感觉
但是你收的气，房子里面的纳气，你就忘记，这就是扭转乾坤，就简单呢。安听有无？安尼用灯呀？所以有时候在街上，你看到奇怪，这一间的生意好得不得了，那一间生意耶，这冷清清的。第一是福报，第二是做人，第三风水学。我看过有一家，他做了吃的东西。这一家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卖吃的，两个人三个人忙不过来，这一家冷冷清清的底下也在拍火神，那差有够多。我就好奇去那注意去看呢，去那看呢，他这个门斜斜改一斜斜的，因为水是从这边来，旺气从这边来，这个稍微斜的呢，你收到水神。这一家呢，平行的，你就收不到水神，所以这一家生意好得不得了。这一家呢，生意冷冷清清。或者到这一家，要跟他买个他的小东西。我说你们的生意怎么不好？因为我们在隔壁生意好。所以卖的东西一样。这个有一个禅机，这一家假旺气的时候，你隔壁你打醉魔做感感换的。做赶快的保气耶，一保气耶，丙也是一样，一个旺气，周围护法神拢守护伊，那咱就想讲，要来家呢，甲赔一些生意，结果你就贪，犯了贪。你做不到生意，那撑就急，在那吃，你就没有智慧，去怎么样去做生意？所以我问他说：“头家，你那这间门牌改像伊安尼？”伊伊足歹看诶，迷信呐！迷信就好，你就在遐用用用，就迷信啦。无半年，这间收档，倒啊，走路啊！人这间继续生意好个咧。所以咱有句话，大地旁边都绝地，大地大地旁边
懂。拢绝对，所以你们要帮忙信众大道，伊要开店，啊，迄间店生意足好，你要哦来帮伊福气，迄种犯了贪，犯了嗔，犯了痴，嗔就是容易动怒，守不住气，啊，所以。你就这想，我要隔壁来骗一个，没有想到人家他的福报，附近的人员福报都是一样，所以你同修你就不要鼓励他们啊，去和生意特别好的隔壁做赶快的生意啊，接着去。懂了，要自我扭转乾坤，否则的话，被乾坤所转了，所扭曲了，啊，所以这一家，我去看，啊，伊咧最右边来，这边退后七寸，气就锁到了，免接。七寸这边水这边来，我右边退后七寸，水就收掉啊。若是左边来，左边来，我这边退七寸，好，那么气就收掉啊。为什么要七寸？七寸就是地球。之外有北斗七星的真气连接到地球来，啊，北斗七星都有你的护法，而且地表面啊的气拢是七寸在浮游，啊，这七寸在浮游。你在做一些七寸，啊，退后七寸，啊，它呢，浮游的气呢，自然就会进来了。啊，浮游的气，有神，有佛，有鬼，哦，鬼，它的气是七寸以下，就是众生。七寸以下，神佛是七寸以上，所以我们就取在七寸，恰恰好，就中道。安听无？安你伊阿个坐脚无离脚七离头七寸呢？你讲我要离提高七寸来。不必这样，好、哦，那你啊，改文，还一个千金诀，千金，千金。千金诀，北斗七星，这样。真灵，大地七寸，手财神，手财神，啊，向前七寸，啊。收地气，退后七寸，退后七寸，
退后七寸不还老，皆此千金诀。啊，那希望各位同修，这个你们记住。啊，你要为人修改门相，这个叫救贫法。啊，救贫法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口诀，啊，希望各位同修，你们好好能运用，啊，你们即是老祖列位祖师的化身，在世间天下欢迎六地仙。阿天，我。